但文化中心今年将迈向39周年，台北市政府将伫10月14号到11月26号盛大举办关庆活动。台北市长黄伟哲主持记者会，邀请民众做伙围绕台北文化中心庆祝，同时来欣赏精彩表演，还有丰富的内容。今年将迈向39周年的台南市文化中心，将用心规划一系列的关庆活动，上午台南市市长黄伟哲主持记者会，邀请民众做伙为台南文化中心来庆生，欣赏表演以及丰富的活动内容。今年应该是第3年的台南国际音乐节，我们希望这个让许许多多的音乐、舞蹈、文化、这个画、美术等等的，都能够丰富我们的精神的内涵。台南市政府文化局局长谢思源表示，关庆包括着剧场的表演、户外演出、室内画展览、工作坊以及论坛，总共28场系列的活动，其中剧场表演是多元丰富。39周年的这个系列活动，一如往常一样了，就非常多样的。除了我们的展览之外，然后我们两个演艺厅跟原声剧场也都有非常精彩的活动。那一个多月的时间，国内外的团体，共同回应我们台南文化中心39周年庆。我们希望在这样的基础下，迎接明年40年以及台南400。这次参与下塔水路7.0周年之，依照下塔水路中潭文化的溪流的名进行七点，就依照水路作为核心的概念，展现台南文化中心伫地理意义顶面作为辐射重要溪流的溪的源头，同时参与并见证着南台湾艺术文的发展。借由地景唤起着民众对着台南文化中心的集体记忆。在整个城市的空间变化底下，层层的叠叠的，然后有的地方隐没起来，有的地方像臭水沟一样，可是有的地方它又能够带我们去想象，像过去的远古森林的原始样貌。所以这一次很希望能够用沉叠水路这样的一个主题，帮大家重新呼唤起我们人在居住、劳动，还有所有文明发展的过程里面，其实跟环境是息息相关的。另外，文化中心也邀请到一个台南在地优秀团体共同举办水路运动会，接力演出一场精彩的表演，欢迎民众前来共享盛举。记者陈冠新，东区采访报道。